往那边走，小心我告老师。结果你没听到是吧？走，走、啊。看他那样，刚打完架。好了好了，别乱说了。昨天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同学跟我说，那条巷子里有很多坏学生。这些学生今天怎么全部都到那走？奇怪。哦，是吧？嗯。这个坏学生。这是 C 课的520限定礼盒，里面有小飞碟剃须刀，轻巧便携，还好看。平时放在包里蒙在地上，然后就不会刮伤了。我最近刮胡子哦，老刮伤。你这是在表白吗？逗我，逗我。